最近陈慧娴在 IG 分享了一张橙青相，吓亲晒啲网民啦。原来呢个发型是因为陈慧娴同发型师挑机所致嘅。佢同发型师讲上次剪得唔够短，之后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发型师就剪走晒佢啲头发。佢就话橙得咁青都系第一次，又话如果有一日决定做尼姑，个样应该都唔会太差嘅。好彩最近唔使见人住。虽然陈慧娴的新发型充满阳光味，但是玩味十足，童颜再现，点睇都唔似55岁啊！